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杨堂主故事会。这还不了解刘秀啊及他下面这文臣武将的朋友们，那下面呢，杨堂主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圈一下刘秀作为东汉开国皇帝，这刘秀手下的文臣武将为什么不出名？原因出在什么地方？ 这说起刘秀，那可是中兴之主，东汉首帝。然而他的大将为什么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？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历史的局限性，更反映在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之上。这东汉乃是中兴的王朝，圈一下，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。 这西汉建立，那时的刘邦啊，手下谋士如云呢、啊，猛将极多，文臣萧何、张良啊，陈平，武将是曹参、樊哙啊，周勃、冠英、韩信啊，可谓是人才济济。那到了刘秀这里，这文臣武将为什么就不如高祖时期出名了呢？ 这与汉朝中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打江山易，是坐江山难。这刘邦以后，既有文景之治的盛世，也有宦官与外戚争权的乱世。王莽篡汉，使得汉朝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变得愈发尖锐。此时，刘秀起兵，可谓是非常不易。 虽说当时天下叛乱四起，但要恢复大汉还是遥远的梦想。那后来坐镇河北，清除反叛势力，拥有了自己的根基，在手下谋士和武将的帮助下，光复江山，创立东汉。这其中的辛酸苦辣，只有刘秀一个人了解。 历史上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历来都很出名，比如唐代的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的手下文臣房玄龄啊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，对吧？武将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啊、李靖，这些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。 那相比之下，中兴王朝的文臣武将就不那么出名了。比如东汉刘秀、西晋司马睿的文武大臣。这出于历史的局限性，中兴时期文臣武将的出名程度的确不如开国时期。雄图大略的汉光武帝刘秀，西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的争权，导致政局动荡。 地方是贪污成风，民变四起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劝一下王莽，借助外戚势力，以忠孝的伪装迷惑世人，最终代汉自立。这王莽实行苛政，法令严酷，百姓人人自危。而后屡次挑起战争，攻伐异族，穷兵黩武。 使得国力日衰，民怨沸腾，因此天下叛乱四起。在农民起义四起之时，这刘秀在冤城起兵。那起兵之时呢，兵少将寡，兵器奇缺。那后来与绿林军联合，这多次大破莽军。这不仅增强了实力，而且在起义军中有了一席之地。 那此时，陆林军拥护，圈一下，刘玄为皇帝，即为更始帝。那这引起了刘秀等人的不满。这王莽闻听更始政权建立，大惊失色，急忙调遣四十万大军是前来围剿。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这刘秀是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，反复猛冲。 斩杀王莽军千余人，这汉军呢、啊、士气大振，在与昆阳守军的配合下，一举攻破了王莽大军的大本营。这王莽大军是全军覆没。圈一下，昆阳之战奠定了刘秀的地位，更显示了他优秀的军事才能。这更始政权建立以后，这更始帝昏庸无能。 这使得天下是再度纷乱。这更始帝啊，以杀害刘秀的兄长来试探刘秀。这刘秀强忍悲痛，连忙谢罪，这消除了更始帝的猜疑之心。当时这河北情势最为复杂，刘玄呢，于是派刘秀前往镇压，而这无异于龙回大海。 猛虎归山，这天下有识之士是纷纷前来投靠刘秀。刘秀在河北是一路征战，消除了敌对势力，稳固了根基。后来征战四方，重取天下，创立东汉。刘秀的雄才大略，毫无疑问是汉朝中兴的关键。 与此相比，刘秀的文臣武将就显得有些逊色，因此出名度不高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这刘秀堪称中兴之主、天选之子，在西汉日衰的情况下，仍能延续汉作，统一天下，这是何等的奇功啊！我是杨堂主，关注我，期期都精彩。